大家好。好。今天呢，阿燕官后双后醉啊，嘛感谢咱在所有乡亲时段哈，啊，咱大家呢共同来听受这片土地啊，所以呢，今天呢是咱的环境教育啊，这个咱的得奖颁奖典礼啊，而且呢，大家知影讲这个有五个团体跟两个啊，咱的客人得奖哈。啊，五个团体啊，学校部分呢，我们更新服装在三星国中。那社区部分呢，啊，咱的印刷去桃园，哈，啊，还有林美小区，啊，还有印刷啊，咱这啊周围小区，啊，所以呢啊，非常非常的感谢啊，环境教育非常的重要。那希望呢，每一个人啊，这个保护这片土地是你我的责任，大家拢总有责任啊。所以呢，今天是一方面肯定，一方面感谢。希望呢，会当讲你大家打拼之下，咱的好山好水，咱继续来保持啊，咱的这个环境继续发挥好啊。这就是咱宜兰县对环境推动啊最首要的目标，非常非常的感谢哈。环境，谢谢大家。我就代表评审委员宣布今天的得奖名单，对吧？第七届的环境教育奖评审团是很严谨的，经过初审、复审、决审。宜兰县